我们看到近些天来呢，不断有康复的肺炎患者治愈出院，很多民众关心康复之后，康复者是否还会二次传染。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李兰娟表示，康复的病患会产生一种抗体，一般来说，他有了抗体以后，不太会再次感染。